国语有声善书，圣贤唐善书，天界传真，主祝仙佛为诸天神圣，东华帝君将，中天，中天乃诸天之中枢，凌霄宝殿位于中天之第十三层天，即大罗天也。第十二层天乃朝觐之所，由此可知，凌霄宝殿乃由第十二层天直通至第十三层天，其雄伟广大，可想而知，下文自有详述。其他各朝臣参与朝仪之办公处，则临立于各层天也。凌霄宝殿，中天第十三层天，满布青云，紫气洋溢，金光万道，环绕于高耸云霄之凌霄宝殿。宝殿分为前、中、后三殿，依斜坡地势，以金砖建筑而成。殿之左右均有左右殿，殿与殿之中间亦有以金为砖所筑成之走廊，环以朱色栏杆连贯而成。殿外四围并有高级石刃之宫墙，总面积纵横六千里。前殿之前另有云阶直下至第十二层天之朝仪殿，殿之左右分别林立官房。朝仪殿前即所谓之五门，亦曰十二重门。门外有康庄大道，四通八达，可通东西南北天，兹分别详述于后。凌霄宝殿前殿由中天第十二层天之朝仪殿后，有云阶可直通十三层天之凌霄宝殿前殿，此云阶共六万阶，每阶相隔二尺，此乃第十二层天之朝仪殿至第十三层天之凌霄宝殿前殿之距离也。上至中天第十三层天，就可见到一大水池，池中有五龙吐珠，此池之四周则遍植鲜花鲜果，一片花丛。在紫气青云之中，有以金为柱，内面地上则铺以玉璧之大宫殿，其正门悬一大匾，书曰金阙前殿四大金字，两边有一联曰道位玉京，众地难容稍冒毒，法州金阙大臣参议有奇谋。此殿乃凌霄三殿之前殿，亦乃五更早朝觐玉帝之第一重门也，亦即天界富有行政职权之大臣参议所用。殿内两旁分列两行檀香木，以照公众大臣办公之用。除正殿之外，两边偏殿乃天界所有一切公文档案之所，均有天仙臣吏各司其事而尽其职。此前殿之正中地上铺有金光闪闪之红毡而成路，直通凌霄金殿。此殿之四周均有御林军之天兵天将侍卫，肃穆庄严。元始天尊降凌霄宝殿中殿，经过凌霄前殿，就可见到一座以金砖所筑成之巍峨殿宇，金碧辉煌，瑞光万丈，紫气千寻，青云满布其间，此乃凌霄中殿也。殿内之地面均铺以上等碧玉，壁上则衬上宝珠，光耀夺目。其正门悬一大横匾，书曰凌霄金阙四大金字，字体龙飞凤舞。其两边亦有一对联曰凌霄垂瑞霭，恭启三皇五帝，金阙献恩光，得失万类群离。此殿乃金阙上相、左右相、内相等诸相之办事处，其办事之以照分列两旁。其中央有一挑金黄色之宝毡，直通凌霄后殿。此殿之左侧另有一偏殿，乃凌霄阁大学士等之办事室。此殿之右侧亦有一偏殿，此乃凌霄宝殿御林军统帅府也。御林军统帅由岳武穆王担任之，各殿军有御林军侍卫，威武肃穆。凌霄宝殿正殿、凌霄金阙接连凌霄第三殿及凌霄之后殿，均以金砖宝玉所筑成之宝殿，其庄严巍峨，观过前中二殿。四周紫气重重，青云片片，金光万道，辉耀夺目，九龙十现，此乃凌霄宝殿之正殿也。亦即玉皇大天尊玄灵高上帝统御万灵，上掌三十六天、三千世界，下辖七十二地、四大部洲、圣佛仙神、日月星辰，重司万物，化育群生，日理万机之地。此殿之正门悬一大横匾，书曰凌霄宝殿四大金字，两边亦有一联曰尊上玄穹，不清虚而登九五，圣称无极，居太上以遍三千。此凌霄宝殿之正中高坐一位卧蚕眉丹凤眼赤面长须头戴皇冠身穿龙袍威风凛凛之玉皇大天尊玄灵高上帝，乃现任之天帝。两侧鼓励侍臣，四周御林军侍卫，乃天界最高之主宰也。
求道的好处真实不虚。一、求道后仍记得三宝，且功过相抵后为功大于过，可回天接受正果考验，通过后可入天佛院、弥勒佛国、无极天或诸佛净土。二、求道后上天会派一位护法神随身，但若退失道心，护法则离开，亲口后则又多派一位。三、求道后去佛堂班会听道理，在地府或地狱受苦，祖先可到现场接受法语滋润。四、亲口后减缓杀业讨报，诚心可获得无量福报，但以消自身六万年来业障为主，了业回天。五、修道后有许多考验，通过考验可抵消业障讨报，又可晋升自身道果，一举两得。诚心修道者，祖先可脱离受苦，至地藏古佛处修行。六、太多好处，法会听课等于增进智慧，班会服务等于累积功果，早晚献香等于永续慧命，亲口如素等于福德俱全，度人修道等于功德无量。大愚公，愿大家可以求道加立亲口，愿家在道场好好修道，如果可以一定要超拔祖先，有缘灵魂至灵修院、无极正道院或号天子寿灵修院修行。因为灵魂修行是很困难的，以前天道有超拔气天神或祖先，但需十两黄金，故现在有灵修院，如同学校净土一样，帮助灵魂快速提升正果。把握机会，可详看无极正道院集要。最后大家也给自己多一个机会，帮自己也生前住集灵修院，以防万一。九九紫阳关没通过时可去，希望大家都可过关，让回天时可以多一个选择。期望大家都可以顺利回天。灵修院只有明正堂的无极正道院与昊天子寿灵修院哟。各位善信大德您好，由于天时紧急，应赶紧行善度众，以济天心。目前南天直辖五庙明正堂、虚元堂、义赤拱横堂皆需大家三师护持，期望众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亲自护法。资讯可知圣堂网站详阅。喜欢影片记得按赞或分享，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